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大屏幕的自助点餐系统。首先呢，进来后点一下这个屏幕，然后呢，这是弹舌，这是打包，然后这是德文，这是英文，我们就启用了这两种语言。当然，其他语言可以切放的哈。我们先有英文进来，德文进来都可以。啊，这里可以切放。那德文的就进来后点一下，然后要什么什么舱的，什么舱的，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要个饮料的。这需要有什么做法的？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OK，那就出个票了。然后出个票，然后呢，退出去。那下一个人的继续也可以点的啦，啊，也可以点的啦，一样的操作的啦。熟悉，谢谢，谢谢，一样的啦。点这个大图，它就出现这个大图进去。如果没有点大图，点旁边的这个，它就是没有进去。上面的这里会有个号码，这个号码，这个日期大小也是可以调整的。